这个电源有点奇怪，这是广东江门的一个朋友寄过来让我帮他改装的，输出什么都正常，外壳呢也很普通，但是拆开之后呢，主板非常新，这个外壳和主板成色明显不符啊，一般都是新的外壳里边主板很旧或者是修过的，从来没见过这种外壳很旧主板挺新的。有的朋友说这是清过灰的，但是一般的清灰清不成这样，他要改装60伏的，并且呢要换铝合金外壳。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散热片下边这硅脂非常少，少的有点也不太正常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硅脂。60伏我通常把它散热片拆开就是为了加点硅脂啊，因为这种都是10年以上了嘛，硅脂都干了，所以说要重新涂抹。你看它的硅脂量非常少，涂完硅脂装上散热片，把控制板也顺便装上，然后把该剪的两个二极管剪掉，该去掉的三个电容拆掉，然后输出端方块电容装上去，然后装上屏自检一下。还有一步就是要把风扇处理一下，风扇的轴承需要换一下，然后就是装铝合金外壳，因为我这个前后输出线都是以前做好的，所以说要省很多时间。装这个铝合金外壳没啥秘诀，就是上螺丝的时候啊，螺丝不要一次性上紧，要分多次上紧，这样才好操作。在上顶盖之前再次自检一下，自检正常的话最后扣上顶盖。装好后两个加热管并联，咱们接上去试一下，卡个电流表，按右键把这个 0.13 消除，也就是清零一样，然后开机看一下，23.14安，1389瓦，看这个电流表，23.24安，差了 0.1 安，这个表的精度还是可以的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